动起来，啊，没事儿，这不下来，哎呀，别停啊，我的手不听我使唤了，慢慢的，哎呀，你怎么又停了呢？动啊！哎，这游戏一玩就停不下来啊！看时间，我勒个去的，这是深夜还是早上？我已经傻傻分不清楚了。那今天来给大家赶紧把克莱尔的流程给做了。但是克莱尔，咱们到底是玩里流程还是玩表流程嘞？我想了想，我觉得还是玩里流程吧，因为他之前咱们才做过这个里昂的表流程。那克莱尔的里流程刚好跟他有一点点的契合，当然后面还是有很多接不上的地方，并且其实这个表流程和里流程啊，就前面一部分不同，当然玩起来是不同啊，剧情来讲的话就前面有所不同，后面应该是都那样吧。我表流程我还目前没有通关，但是已经打了不少了，里流程是已经通关了。那刚好趁热啊，趁着我还有点记忆，咱们就来克莱尔的里流程。难度的话，我这次准备挑战标准难度。哼，这是得下多大的勇气啊！牙都咬碎了八个呀！哎，对了，这次我把语音调成英文了，因为有很多同学说不习惯听中文。视频有点卡，但是我的帧数是60帧，是这个视频卡。这样就跟里昂的前面就对接上了，就是一样了。Hopefully they'll have some answers at the police station. Wait, you're a cop? Yeah, Leon Kennedy. You are? Claire. Claire Redfield. Claire! Claire, are you okay? I'm all right. How about you? You can't stay here. It's not safe. Go on ahead!我敢说这段动画应该还不是及时演算的，因为我们穿的服装，我明明已经把服装给换了，看，是这个替代服装，为什么刚才的动画不是替代服装，并且刚才的动画有所卡，我感觉有点卡，可能你们看视频看不太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掉帧哦。当表流程和里流程都通过之后，就可以解锁佣兵模式。我倒是挺想挑战挑战的，但是有点不敢。哎呦，啊，刚好是直升机坠落的那点儿，咱们要和里昂见面了。啊，这儿有一个收集品，大家自己打就行了。到底这个收集品就是打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目前还不得而知啊。这个钳子啊，一旦拿起来就触发剧情。看，嘿，利昂 Claire Claire Hold on, I'll be right there. OK。如果你玩克莱尔表流程的话，这点就刚好是反过来哈。Claire, it's so nice to see you. How are you doing? That helicopter just came out of nowhere. I'm in one piece. I'm guessing you don't have a key in one of those fancy pockets? Unfortunately, no. But how are you doing? You know, just surviving. That's good. Any luck with your brother?There, don't lose hope. I'm sure we're gonna find him. Damn it.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Yeah. Dinner time. Dinner time. Winner, winner. Don't worry about chicken dinner.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You need to go now. 今晚吃鸡。Okay. Let's get through this, both of us.好，咱们一上来只有三发子弹，我去，上来先喂一口。啊，对对对，这是普通难度啊，这可不是简单难度了，我得小心一点。上来只有三发，这个僵尸明显比简单难度，行动力感觉是要，啊，机动性要强一些。哇、哦，三发子弹，你让我打谁呀、啊？这时候。好，先使用这个钳子。进来就是一个安全屋，然后可以拿到一把陆军的手枪。这里我必须要吐槽一下克莱尔的这段流程，就是，我们竟然上来有两把小手枪，并且在游戏中我们能就是能拿到的那个子弹，能找到的那个子弹是这把，就是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把陆军快速手枪的弹药，而它的弹药是靠组，就是两个火药组合起来的，也就是说弹药都不通用啊，我勒个去的，哎，太蛋疼了。好，在这儿拿到钥匙。嗯，我们还是有一些武器的，但是我就先不用了，就用这把腰间拔枪的一把枪，这把枪是打一枪然后拨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撞针，所以说它需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看着特别的不爽啊，不像这把枪啊就可以举起来打。然后这个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要看一看这个海报？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梗来告诉一下我。好，咱们整装出发。我去，前面有一堆堆的僵尸啊，来看我的风骚走位。哎呀，这不是很风骚的走，哎，就这样躲过去，就这样能躲过去吗？据说给肩膀的话好像是可以直接挣脱开僵尸的，我也不是太清楚。你看这，哎呀，老是给点这种子弹。这儿拿到一个木板，然后我们可以就把这个钥匙给扔了，也就是说其实里昂在这儿多等咱们两分钟，俩人就可以一起行动了啊。虽然俩人，不过这样的话就可能克莱尔就错过了雪莉，而里昂就有可能错过了矮打王。哎，其实不应该往这儿走了啊，我脑子是不是又短路了？其实不应该往这边走。哎呀，我只能保证不卡关。那既然来了，咱们把这个拿一下吧。他的背包真的是很捉襟见肘啊！现在能走吗？这黑桃门打不开。你大爷的，这下可怎么办？哎，赶紧走，赶紧走！呦，哎呀，哎，给一口，给我可不想用手雷。上来先让我黄血，这就是标准难度。哎，这儿有一个血，拿一下，拿，哦，能拿，哼，我还以为拿不了了。好吧，我只是想看着他捂着肾走。哇，走走走走走，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说。哎呀，这你妹的可如何是好呢？我又走错了啊！我想起来了，应该回去。我怕真的，我不能啊！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想法，就是能不能重录？
啊，这把枪还是连发的。还爬。啊，并且他这把枪上子弹速度实在是太慢太慢了。好，咱们先进安全屋。我上来就已经这个样子了，就已经红血都不是武肾了啊，都已经是一步一个踉跄了，都已经是。来整理一下背包吧先。好在我觉得啊，这个流程还是就是血会比较多。我看看都拿什么，这个血吃了吧，还是待会儿就吃了。哎呀呀，怎么能够这样对女生？不是说好了女生的难度稍微低一些？你妹的，这背包上来实在是太紧张了，尤其是刚开始这一段。哎呀，算了，吃血吧。然后把这个火药给放进去，两个空位足够了，也许是足够了哈。我待会儿出去还得拿把刀啊。对了，这哎，对对对，这冲锋枪弹药我拿它干什么啊？就好像我现在有一把冲锋枪似的。走，出门。哦，对对对，出门这边还有一个这榴弹，所以拿一下吧，还是接着放回去。哎呀，前面耽误时间太多，还让我浪费了一个大血。他还活着呢，哎，真是生命力好顽强的小强啊。这儿有一个纸片，就是告诉咱们这个怎么开的啊，但是他都没画出来啊，都血迹都沾满了。算了，走吧。我拿他拿他拿拿拿拿着他。哎，哦哦哦，拿了啊，拿了。哇，你妹的，我普通的不是简单难度不是这个样子的。赶紧赶紧打普通难度的话，我就不想再浪费子弹把他们都给清掉了，能不清就不清。但是流程的话，哎，这儿有一个娃哈哈。理流程的话，你上来就有可能会碰见那个暴君哈、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乱走啊！我想想现在该干什么啊？对，咱们呀，马文这时候已经变了啊！我先把这个转盘给弄一下吧。不过这个解谜方面我记不住，大家体谅一下啊！我看看，我都给它记下来了。李官是王冠火炬鸟，啊，王冠。火炬鸟好了吗？好了，好，先把这个给放进去。这两只僵尸绕一下绕一下。哎，我刚绕不啪啪啪啪啊，刀不能再挨了。好，我决定重玩，我决定啊，这是那个笔记本烂掉了啊，刚好跟它配上。我基本上决定要放弃这个存档了，还不如解决了呢。我想想看啊，咱们应该现在是该走这边了。
不要轻言放弃。What was that? 五，别告诉我上来就有，对啊，是啊，这个克莱尔李流程上来就有舔食者啊，还有暴君，哇勒个去，前面真的是让人很蛋疼。啊，这不是啪啪的打脸吗？哪有啊？哎呦哎呦，啊，有啊，我这跑出去先。这我不是，我开一下门啊，看他有没有淡定。轻轻的把门推开。铁爷，你在吗？我慢慢走，希望可以躲过铁爷啊。慢慢的，我现在手都是抖的，我不轻轻一推就害怕把摇杆给推过了就。这是人玩的难度吧？别突然冒进来个僵尸啊！冒进来，要是僵尸跟铁爷搭配着玩我的话，那就玩死我了。先封上。好，铁爷，这你妹我怎么办？还挡着我的道，走。我们这就喝血，没血，走，就完了，完。这就是你随便选择高难度的后果。啊，补了个是吧？完全从头再来。我完全啊。啊，各位同学，我又打回来了，我终于又回来了。好，这次我用另外一只手，两只手指，就轻轻的推着这个摇杆，慢慢的往前走啊。前面可以稍微走快点，但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咱们就得越来越慢的走。我很想知道，如果是键盘的话，如何走得很慢呢？是两个键加在一起那样慢慢的走吗？那样他就会听不到了吗？他在天花板上啊！不要下来！天爷爷！动起来！啊，没事儿，这不下来！哎呀，别停啊！我的手不听我使唤了。慢慢的，呀，你怎么又停了呢？动啊！啊！他就在我屁股后面。还有一扇窗户啊！啊！我没木板了。这怎么紧跟我不舍呢？这家伙还有声音，这大半夜的吓得我精神多了，一身的冷汗哗哗的往外出。这大冬天，我这会儿屋里头开着空调，冷风知道吗？冷风哎，开着空调。好像感觉到这里就安全。我刚才猛推了一下，不小心被吓了一下。我去你妹的！这些文档拿过了，我们呢？好，啊，进来了，安全了啊！一时的哈，一时的。我怀疑那个地方还要，将来还要走，不过等将来能走的时候，就我们最起码装备啊也都跟得上了再走。
这时候一把小手枪，你让我打铁爷，也没血，身上还没个血，啊，有血哈，哎，这个可以扔了。那这儿有一个红心的门，是他专属的门，也就是说他必须得绕一圈才能过来。哦，不用啊，从这儿也可以走。不过外头也有甜甜吧。Hello, anybody? 哦，一样了。啊，一枪爆头，非常的爽。Bastard！ 叫叫叫叫你大爷叫！哦，这儿应该还是有一盒子弹的啊。他打一枪估计也会活，但是我们就不要打扰他睡觉。这家伙必须得弄死，免得他待会儿又过来堵门找麻烦。这可是死透了，那家伙，哎，算了，他只要不起来啊，不碍咱们的事儿，不碍咱们的眼。啊，死了，就是这么 easy。哎，这次打我就感觉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也感觉我就，稍微熟练了一些，吃过一次亏吗？嗯，哎呀，上子弹，这把枪上子弹简直是，感觉过了两年才上好，就是那种以前有那种枪从前面上子弹的那种枪，知道吗？先捅一下那个枪管，然后把火药塞进去，再把钢珠塞进去，然后再塞一塞啊，就是比较熟练的士兵的话，就是一分钟，大概可以。一分钟大概可以上一颗子弹。这个保险箱应该是9、15、7，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记性还是可以的。OK， 多了两个背包，这样我们就可以。稍微多拿点东西了，要不然的话前面实在是太捉襟见肘了。这个就是这个背包啊，密码是一样的，不管是表关还是里关都是 NED， 然后那边是 MRG。 哎，你看这个记性， MR 不是 J 哦，是 G。这儿有一个快速换弹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要说，但是哎，我们现在是不是没有黑桃的钥匙啊？我了个去的，没有黑桃的钥匙，也就是说我们还得接着走哈。这个不是上到咱们现在用的这把枪的腰间把枪的，是用到另外一把枪上的。呀，你怎么就进来了呢？我刚准备封窗户。 Asshole。 哎呀，我觉得他你妹的。 Hell is up with you。 哎，女警察也活了，先给木板封上。打死他！哎，没活哈，没活。我的刀嘞，快不行了，我的刀。又来一个！这枪法，我这把枪啊，确实让我的枪法都变差了，不顺手用的，用刀剌他们。躺下，躺下，躺下，好，死了啊！用刀划死。
哎，又是一个血。好，进去。咱们眼下是不用这个 SLS60 的，所以，把这个也放进去吧。木板还是拿上吧，我觉得随时可能要封一下哈。哎，先放进去吧。好纠结。来一个血。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就这么点东西。好吧，就这点东西啊，闪光弹可以放进去。把这个安全屋的门给打开。红草药。让绿草药先跟他合一下。然后还有一个红草药可以跟里边那个合一下。放进去吧。放都放进去。要背包才是关键的。又是一个火药，我早知道拿一起然后放进去，这不行啊，这我就10颗子弹打接下来也有点难啊，难道我必须得把这把枪拿出来？这不是逼我把这把枪，我要不然的话我还是用一个这个枪吧。前期整理东西有点耽误时间哈，大家见谅一下，很紧张，才14颗。哎呦，这子弹太你妹的捉襟见肘！放进去，走。对，这个游戏因为没有自动存档了，所以说咱们走一步存一下吧。走着，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2楼，这个时候不要去2楼。啊，虽然我现在走的是2楼，我是为了把那个，哎，好，先拿着哈。我是为了把这个阀门给用一下。好 ，OK 了，把这个阀门用完之后，就不要手欠再往前面走了。这个应该是 C A P 吧，对，好，非常的爽，东西很全。哎，这没有了，这儿有一个宝箱，等于说上来就能给咱们，先上3楼吧，上来就能给咱们。他的专属武器是一把冲锋枪。不要2楼的话，先不要去，因为你会碰见一个你不想碰见的人。先用这把枪打。这把枪关键是速度还特别快。这个是 CMD 对不对？哪有 D 啊 ？DCM 是吧 ？DCM 也最后也没有 M 呀，啊有 M 啊。DCM， 对了，100发冲锋枪弹药，在这儿拿到蓝钥匙。这里头有没有舔爷呀 ？Hello， 好像没有啊。Clear， 哎，这木板拿不了了。我要不给自己来一口，来一口吧。干嘛对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啊？干嘛这么吝啬？这个炸弹可以先放在这儿哈，先放在这儿一下，这样咱们就能腾出来一个背包，一个位置。出门，
往下走吧，那下面又是一场战斗。哇，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到底你先来，你走到这儿，你走到这儿。嘿，哼，开枪要有节奏感。嚯，哎，不站起来了。那个死胖子是会站起来的啊。嘿，胖。哼，啊，又没子弹了。倒，这儿有一把刀是吧？哎，对，我看看我们的刀啊，我们的刀确实不太够用。好，你牛逼，你牛逼，用枪。Asshole， 再用刀。哎呀，刀坏了哈。好牛逼的样子，弹药太少了，咱们只能用刀去划。这个是真的死了。这个呢？啊，也真的死了。好，我看这边，这儿有一本小红书啊，先拿着。然后里边是另外一个牌子啊。哎，这儿还有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我都忘了。胶卷儿，我要你干什么？能不能丢啊？还不能丢弃？我去你妹的！我所有的解谜我都不用你胶卷提示我，我不想要你行不行？哎，活了！刚才挨了那么多刀，你都。再让你死一回，啊，子弹，这真是像是看见亲人一样。满了，完，这边还没有背包，没有箱子哈，没有传送箱子，这个大厅不是个安全区，这可如何是好啊？这我得跑多远才能找着箱子呀？哇，你看底下人又都活了。我想想看哈，这里头倒是有一个需要用黑桃钥匙开的门。走进去会不会有好，不进，不，我出来，我出来。这你妹的，我去哪儿？去哪儿？去箱子处存一下东西啊？从二楼走吧，一楼实在是不敢走。哎，其实一楼从这里头一楼走也行。倒。倒，那全没打着。好，哎呀，马文就这样被我爆头了。这里边的僵尸是已经被咱们清空了，所以非常的安逸。啊，出门这个家伙也死了。对。就是来到这个保管箱的位置，我感觉我走了好多废路啊，倒腾东西为了。哎，对了，既然有胶卷，那咱们就看一下吧。啊，已经用过了。
这个先放进去。这个钥匙用，这个钥匙也用完了，黑桃钥匙也用完了，丢弃。木板子的话，木板子其实也应该没啥用了，放进去。我只能现在只能组装子弹来用了。但是我连个火药都没有吗？还真是。你大爷的，这我怎么办啊？别慌张哈，我想想看。咱们可以去拿冲锋枪，去拿冲锋枪，现在先去，就把这件事儿给先搞定。然后火药的话，我就随身带身上了，因为随时找着下一份火药，我就可以，我就可以赶紧组一下，这要不然的话马上没子弹。先存个档，存个档。我想想看啊，那个东西是在，好，拿着小红书直接过去。这边还是比较安逸的，才清过，但是二楼走不了，实在是太让人蛋疼了，因为二楼有一个人在等着我，我跟二楼的那个人有个约会。绕一圈，绕过去。没人活吧？没人活。看来他们真的是死了。拿东西，先把这个给拿了吧。这个树我又记不住了，李冠双子、天平和蛇啊，这就是双子、天平啊，这不是蛇吗？好了，然后那个红宝石，咱们得去那边。大厅没人了吧？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好，两块儿。那么接下来，鱼，我怎么听见谁的嘶吼？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这个场景。里头有东西，哎，木板，啊，子弹，先给它上。哎呦，这里头还有一个子弹哦，正好来了就拿一下。开灯。这里边女厕所，哎，身为女人最大的好处就是随时随地可以进女澡堂和女厕所。啊，好安逸，没有人。从这儿，从外头吧。哟，你会破门而出吗？呀呀呀呀！浪费了！你到底出不出来？你出不出？这个门好烦人啊！你弹簧门。耶！哦，没事儿。我去！哎呀，刚捡的子弹啊，打完了，估计还是会站起来。
算不管他了。嗯，好，走走走。我感觉我自己是不是绕了个远路呀？刚才明明可以直接走近路过来的，我脑袋傻了。我是因为我一开门，有一个僵尸的叫声把我给，等于说给吓回去了，是吧？哎呀，就是一紧张脑子就容易短路，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啊，你们不学我也没办法，你们玩你们也一样紧张，你信不信？好，你啊，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快跑快跑，我去，我好喘一口气儿啊，喘一口气儿，好好好，心情已经平复，心情已经平复，我把空调的冷风调的再强一点，嗯，你妹的啊，这一身的汗往哗哗的往外出。哎，好，这样咱们就有了徽章，又有了这个就是可以拿到榴弹的那东西啊。然后这里的这个保险箱，因为它是另外一把枪的一个配件，就是在游戏中咱们可能会就会在那个车后备箱里头会收集到一把枪，但是呢我那把枪实在太弱逼了，我不想拿，所以说我就不开了。哎，姐姐，我就剩五颗子弹了，咱们俩互相放过对方好不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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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趁着僵直的时候走。然后就是去那边先把榴弹枪拿到手啊。我去，幸亏对图还算比较熟啊。把它给插上，好，先拿到榴弹枪。这个时候榴弹枪才只占一个空位啊。好，有榴弹在手，天下我有。接下来就是去拿机枪，机枪的话，我先看一下这期视频的长度。好像很长了，我觉得咱们下一期再去拿机枪好吧，让自己先武装起来，然后再给大家演示如何往下面去打，看我就是精湛的操作好吧。那就先这样了，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哈，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